白宫这个国安顾问苏利文，包括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密利，包括了国安委员会印太政策的一个协调员坎贝尔，这些人都向佩洛西报告现在最新的一个情报跟军事规划，希望他再想一想。可是再想一想，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如果如期访台，中国真的敢军事威胁吗？凭什么一个民主国家的政要出国访问要听命中国？说哪里去就可以去，说哪里不能去就不能去。按照国会代表团那么前往台湾的正常程序，佩洛西会搭乘军用飞机。那么美国军方正在制定保护佩洛西访问团的一些方案，也在考虑，比如说派出航母或战机进行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只不过呢，出动航母跟战机来保护，你觉得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元首或政要出国访问要派出航母来保护呢？这是史无前例吧，这是空前的案例吧。